茅草屋凉亭周遭有着许多造型特殊的石像雕塑，带有浓浓南洋风情的舒适庭园，一旁的咖啡雅座空间，还有沐浴球、娃娃等气氛 DIY 课程可以来体验。这里是生技品牌雅文旗下的雅文魅力博物馆。除了南洋风之外，庭院内随处可以见到以羊为主题的摆设。听着导览人员介绍工厂里头各种设备的功能，慢慢了解雅文旗下四大装瓶品牌、保健食品、内衣以及 SPA 产业内涵。看似一盒盒冰淇淋的可爱包装，其实是洗面乳，在带点甜的花香当中感受柔媚的女性香气。